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Felix。今天为各位介绍的课程是 BookFive Unified English for All，a truly global language。嗯，所有人都要学的英文，一个真正的全球性语言。Do you agree with that？好，我们在进入课文之前呢，我们看一下本课的 reading strategy sequencing 排序。 Sequence is the process of arranging ideas, events, or objects in a logical order 好。好，sequence 排序呢就是一个过程，什么样的过程呢？安排就是文章中的想法啊、事件啊，好或者是一些指涉物啊，是用一个非常有逻辑顺序的方式把它做一个排序。It requires reader readers to recall, analyze, and order information. 好，需要我们读者呢，所以稍微做一些回顾啊、分析，好，并且呢，排序一些重要的讯息。当读者呢，好排序正确是一个 meaningful sequence，就是你的排序是有意义的时候呢。 这样的一个技巧啊，将会帮助读者去理解整个文章当中的细节，而这些细节的一个组织的一个模式跟方式哦。所以，我们呢，等一下在阅读本篇文章的时候呢，可以看一下 some length features 是如何呢，好、哦、去安排顺序的。也就是说，文章中作者用了哪些单字或片语来让整篇文章的排序是非常有逻辑。 是可以有一些线索让你去做排序的。好，我们正式进入到我们课文喽。If you're reading this, then congratulations, because you are studying English。好，如果你现在正在读这篇文章呢，那么就恭喜你啦，Congratulations，这个字记得加 S 哦，because you are studying English。 哈哈，<laughs> 因为你现在正在学英文，所以是一件值得恭喜的事情。你觉得呢？You have made noteworthy progress to reach this level two。同时呢，哈，你也做了一个，你也已经呢做了一个显著的进步，哈，就是有进步呢，哈，有有所进步。英文叫 make progress，好，progress 这个词就是进步的意思。Noteworthy 呢，在这里就是非常显著，obvious，非常显而易见的。 好，来达到这个 level 哈，毕竟我们这一本课本已经是你高中课程的第五册的课本了，对不对？好，所以你现在能够读这样的文章呢，表示你已经进步相当多喽。However, you have made noteworthy progress to reach this level too. However, you might think that English is not as important as your native language, and might wonder why we study English. 不过呢，每个人对于学英文这件事情的看法不见得相当一致，对吧？So，however，然而，你可能这样想过或者是你可能会是这样想的，想什么呢？That English is not as important as your native language。嗯，你可能觉得英文这个语言不像是你的哈 native language，就是你的在地的用语或者是你的 mother tongue，你的母语一样的重要好，毕竟在台湾，我们这个国家。 上位是一个双语国家哈，我们大部分使用还是我们的中文居多，对不对？所以你可能觉得英文的重要性不如我们的 native language and might 好注意哈，这边呢连接词呢好连接了两个助动词 might 好，所以第二个 might 呢的出现呢强调后面这件事情也是有可能你这样想过的哦。Wonder wonder 这些动词是想知道。 Why we study English？嗯，那你可能会有个疑问啊。那既然没有那么重要，呃，那为什么我们要学英文啊？对，各位同学有这样的我反思，有这样的思考过吗？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哈、哦、，noteworthy 这里可以，呃，这边用 make 加 noteworthy 加 progress 的用法，我们可以把它改成动词加副词的用法啊、哦。You hav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哦，你已经大大的进步喽。 好，有进展，make progress。那在什么方面有进展？我们可以用 with in toward 或者 to 这几个介系词做搭配哦。看一个例句：The technology company is making progr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现在就是我们熟知的 AI 哦。哈，AI 在这几年会大大的改变全球各个产业哦。哈，还有我们甚至学习的方式都可以由 AI 来辅助我们哦。 回到我们课文的部分哦。然而呢，这边有一个这个句子呢，有一个 as important as 的用法，像点点点一样重要，这是同级比较用法。好，各位比较用法的句型呢，有画面上所示有三大类哈，三大类。那我们聚焦在啊、呃，看一下这边哈、哦，呃呃，这边有 as 点点点 as 有没有看到？这边是原形原级的形容词。 as 点点点 as 这边是原级的副词哈，用 as 点一点 as 的比较用法的时候哈，记得你的形容词或副词呢必须是原级的，好，必须是原级的。Sleep is just as important for life as food and water are。睡眠这件事情呢，跟食物还有水都是同等重要的。那这个句型呢，哈，其实句型本身就有连接的功能哦。 那它后面呢？其实原本是一个子句哦，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好，它是 are 好，它这边是有 be 动词的。不过在这个句型当中，哈，美式的英文呢，哦，以现代的英文来说呢，好，后面子句的动词啊，还有助动词啊，基本上都已经省略而不写出来了。那刚刚呢，好在。 啊、哦，画面上课文的最后一个句子用到了 wonder 这一个小句型哈、哦。wonder 这个动词呢，然后常常接疑问词的一个子句，当做它的受词哦。最常见的有 why 跟 how。For example, the teacher wondered how the student could pass the exam。老师很想知道这个学生是怎么通过考试的。Even though he slept through most of his classes。 哦，这个学生哈常常上上课的时候都在睡觉，怎么会通过考试呢？嗯，有趣。All right, first of all，好，本课的 reading strategy sequencing 是不是要找一些哈、哦、language features related to sequencing？首先，我们要看事情跟有顺序，或者是我们在讲述事情的时候的第一件事情，我们用 first of all，首先，first of all。

Worldwide 以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哦。According to research，好，我们要引经据典的时候，我们要呃就是有所依据的时候呢，我们会用 according to，对不对？好，根据研究啊，在二零一八年所做的一个研究，conduct 是执行的意思哈，可以搭配研究这个名词。好，那老师这边用绿色去标注呢，表示这里有个什么？这里有一个分词片语。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里的 Based on research which was conducted in 2018，好，在二零一八年这里的 which was 省略掉哈，原为形容词子句。那我们很知道哈，很多的分词片语其实都是由形容词子句简化而来的。好，有超过多少呢？各位，全世界有超过十亿人在说英文哦。Are shown in the pie chart. 好，我们课本上面的那个那个圆饼图叫 pie chart。o d As shown in the pie chart, native speakers account for thirty four percent, and non-native speakers constitute sixty six percent. 好，如同所示，你可以直接用 a shown，然后在后面接一个任何的图表图形，好，或者是文章。In the pie chart. p y chart 之所以原饼图叫 p y chart，是因为圆形的这，然后切割成很多形比例的，好用来显示占比的这样一个图表，很像是一个 p i 然后已经切了几刀，对不对？准备分分出去了。Native speakers，就是 account for native speaker 就是说在地语言的。这这在地语言呢，在这边指的就是英文。Account for 呢是指占有多少比例哦 t h i r t y f o u r percent。 And non-native speakers，就是母语不是英文的人说英文的呢，在整个十亿人口里面。consist 啊，constitute 这个动词呢是构成的意思哈，就构成了整个十亿人当中6百分之六十六的占比哦，嗯，大概是三分之一跟三分之二左右啊，好，各位，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哈。As h o w 如什么什么所示，As shown in the graph, our new product is most popular with people in the eighteen to twenty-four age group、啊。根据这个表图表呢，我们新的产品呢受到欢迎的族群通常是介在十八到二十岁之间。啊，account for 在数量上占有多少的比例，constitute 是构成、组成的意思。 Indeed，的确没错哈。那 Indeed 这个副词呢，是用来做一个强调的哈。刚刚讲的。哈，所以刚刚讲比例比较高的呢，占了六十六的百分比，对不对？Non-native English speakers 哈，非英文为母语，就是英文为他本地的语言的这些呃说英文的人呢，are almost twice as numerous as native speakers。好，这里呢有一个表示。 倍数的用法哈，我们来研究一下。Twice as numerous as 啊，numerous 这个形容词是数量的多的意思哈，所以两倍之多。好，倍数用法的完整句型有两个哈，一个你用 as 加原级加 as 的用法后接子句，那第二个子句的动词通常省略。好，那第二个句型呢，我们是用比较级的用法。好，不管哪两个用法哈，我们都会先把倍数。 写在前面，好，那如果是一半，我们用 half，两倍以上呢，好，twice，三倍以上呢，three times，好，这个 times 是倍数的意思啊、哦，好，以此类推。那你用比较级的用法的时候要注意哈，不管是用 more 啊，好，加形容词，甚至加名词都可以的，或那这个地方的形容词副词就必须是比较级的形态。那如果你用 as 点,点点 as 的用法呢，好，这个 as。 后面接的形容词副词必须是原级，哦，这个请同学特别注意。那我们用实际的例子来看一下两个句型在使用上的差异。The lake is very big。好，同样都是指在讲这个湖泊相当的大。It is three times as big as Taiwan。好，这这个湖泊的大小比台湾的三倍还要大，跟三台湾的三倍一样大，哈、哦，一样大。这里是。 同等的, Three times bigger than Taiwan 哦,哦,所以这里是原基,这里是比较急哦,好的, Indeed, non-native English speakers are almost twice as numerous as native speakers. Second, English is important. Considering it's an official language of 59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serves as the most prominent language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ternet. 大概占总比的大概是一比二嘛，哈、哦，占总比的三分之二，3, 所以六十六跟三十四是两倍，对不对？Second，接下来就是在讲英文的重要性。好，Second，所以 First of all，讲英文使用的人口的多寡，还有它的比例。Second，哎，这个看到 Second 就知道是一个 sequencing 的 reading strategy，对不对？英文相当的重要，哈、哦，那。 关乎呢？Considering that，我们来看一下。Considering that，等一下，我们的例句，我们再举几个例子给同学看哈。It's an official language，它是五十九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哦。And serve as the most common language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ternet. Serve 是当做哈，这里的 serve 不是服务哈、哦，这里的 serve 是动词，当做的意思，搭配 as 去做使用，加名词哦。 最最什么呢？最重要的哈，prominent 最重要的语言，那像是商务用语，business communication，好，科技啊，还有在网络上使用的语言，也是以英文为主要的族群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Considering that，或者是 Given that，好，就是考虑到或就什么而论。那我们这个例句有点长，我们看一下啊、哦。Many public facilities such as swimming pools and libraries will be temporarily closed. Public facility 就是公共设施，temporarily 就是暂时性的很多公共设施，像是用词啊、图书馆啊，暂时性的关闭。好，考虑到什么样的一个因素呢？Considering that。 好，考虑到什么因素？The pandemic is still a threat to public health。好，就是现在这个疾病的大流行对大众的健康仍是一项威胁。所、so, 以回到我们的课文哈，就什么而论哈，就什么而论。所以说英文很重要，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论点，就是它是五十九个国家。 的官方語言,同時呢,也是不管是在商務英文啊,科技啊,還是網路啊,都是相當重要的。In short, briefly, 哦,就是简单来说,哦, Excuse me. In short, people who study English not only enhance their job prospects, but also have a passport to the world of music, cinema, television, news, and much more perhaps a better question then is why not study english 簡言之呢, people who study english ,好,好 native speakers enhance their job prospects Prospect 这个字就是前景的意思，哈，就是让他的未来的工作呢强化 enhance 强化增加他未来的工作机会了，哈，就是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哈，或者是国际性的工作，而且，n o t only but also，那 Not only 前面接的是动词，那所以 But also 也必须接动词，哈，就是对等连接的概念，两边的结构要相等哦。同时呢，也是 have a。 passport to the world of music，blah blah blah, blah.。好，同时呢，也是一个方法跟手段，所以把英文看作是一个工具，而这个工具呢，可以让你认识这个世界的音乐啊、电影啊、电视节目啊、新闻啊，甚至更多，much more。好，我们看一下这边，ensure 就是 briefly，in brief 也可以哦。Perhaps，maybe。 好，都可以这样用后接一个完整的句子。A better question than is，嗯，那么接下来一个更好的问题是，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学英文啊？啊，应该要这样问啊。学英文，从刚刚的逻辑脉络听起来，好像学英文就理所当然啊，因为它的重要性啊，还有它使用的人口相当的多啊。那为什么不学英文？这才是。 应该要思考的问题，对不对？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转成第二段呢，要开始聊一聊英文的发展史喽。Like other languages, English has an extensive and fascinating history. The English we speak and use today originated from West Germanic languages. OK，就像其他的语言一样哦。好，英文呢有一个相当历史悠久而且有趣的历史啊、哦。 Extensive 原本是啊、哦，就是扩展的的意思，广泛的哈、哦。当它跟 history 搭配的时候，指的是历史悠久的哈、哦。The English we speak，所以强调现在我们所说的英文。And u s e today，好、哦，这边 originate 这个动词哈、哦，搭配 from 居多。好、哦，它是取源自什么呢？哦，原来是西方日耳曼语言哦，哈，Germanic 日耳曼人的啊、哦、语言系统啊。 好，那这边呢，我们看一下 the English which that 省或 that 省略掉了哈，就是官代的时候给我们常常省略，起源于 originate from。so 从这个句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本段里就应该是在讲英文的起源，对不对？好，the origin of English back in the fifth century A.D. 哈，在西元五世纪左右呢，three Germanic tribes。 然后有三个日耳曼的民族哦。Three Germanic tribes, the Angles, Saxons, and Jutes, sailed across the North Sea from continental Europe, looking for new lands to conquer. 各位同学，哪三个民族呢？Angles，啊、哦，这个 Angles 是、哦，好，盎格鲁人哈、哦，他们的当时的战争的服装。 特色好，在这边，盎 s 鲁 k s h 人 n 还有朱特人，这三个都是日耳曼语日耳曼语系的部落。Sailed across the North Sea，就是横跨呢，哈，航行横跨北海。From continental Europe，好他们来自那个就是欧洲的欧洲大陆，然后横跨北海。Looking for new lands to conquer，这里 looking 是分词构句哦，conquer 在这里是征服的意思。 好，那这边的 looking for 是分词构句，原句呢本来应该是 and they looked for 好，这里的 they 主词动词还有连接词，连接词跟主词省略之后呢，这里的 look 因为是主要呃主动用法的，所、so, 以我们用现在分词哦。那我们其他常见跟 look 相关的配语相当之多，for example look into，look down on，轻视看不起，look up to。 Look after, look out for，好，等等的。a l right, so 就是在历史的轨迹里面呢，这个英文的起源呢，来自日耳曼语系啊、哦。那日耳曼语系这三大部族，他们在啊征服其他国家跟领地的时候呢，好，他们就把他们的语言带到新的地域去去了，对不对？ What these aggressive tribes did was invade Britain and then force the inhabitants there to move west and north. Over time, their influence made their Germanic dialects become dominant, and what we recognize as old English began to emerge. What these aggressive tribes did was okay, just aggressive just 啊，Britain 啊，当时的就是大英国地区哦。And then force the inhabitants，就是强迫当地的居民怎样往西方跟北方移动哦。好，那这一个句型呢，好、哦、画的点点点，b 拉巴拉，blah blah blah, 这个句型其实，在前几课我们就已经学过了。那这一课呢，本课的句型解析呢，是要去把一些关系代名词，甚至复合冠代，好、哦。 关系副词做一个统整哦，那因为本句型我们其实是学过的，老师做一个很快的小复习哦。以这个句子来说呢，是 what o、oh, l 或者是 the only thing that。好，你用 what 或 o l 的时候呢，我们把它视为复合关系代名词哦，加主词加助动词。好，那。 这里的助动词有的时候是 have to 哦，have to do。那这里的 be 动词必须是单数的，所以现在是用 is，过去是用 was。后面因为这个句型有强调的是这种概念哦，就是哦，他们唯一要做，或者是他们所做的就是，那这个强调的就是就是 be 动词 is 或 was 咯。那后面的动作原本在句构合理的话，因为 要做的事情或必须做的事情表示目的，应该要用不定词的形式，避免整句双动词，对不对？好，但是这个句型后面这个 to 呢？哈，不定词的 to 通常已经不写出来了，所以你就会看到本句型后接原形动词哦。好，那另外呢，第五个小句型就是无论句型，哈，无论句型，这个在之后我们遇到我们再谈，我们先回归到我们课文的部分哦。 好，第十个句子，over time，好，随着时间的过去，their influence，他们的影响，made their Germanic d i a l o g u e s become dominant，使得他们呢，日耳曼语系的这些方言呢，变得呢，怎么样？好，相当具有主导性，好，dominant。And what we recognize as Old English began to emerge，所以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个古英文呢，就开始从中而生了。 好，我们看一下本句呢，有两个值得我们要讨论的。好，首先是 make have 好跟 that 句型，实义动词后接原形哦，就是受词后面的动作如果是主动用法的，我们后接原形，这是第一个老师要提醒你的。好，第二个呢，这边的 what 呢，就是复合关系代名词哦，它是当做 recognize 的受词，好，我们是 recognize A as B，好，这里的第一个功能呢，它就是代替了这个。 呃、uh,，German d i a l o g t d i a l e g s 那第二个功能呢？好，第二个功能就是当做 begin 的主词哦，就是复合关带，这里的话，好，就是我们所认知的古英文呢开始发生哈，开始变化而来。According to the timeline of the evolution 哈，根据整个语言演化的时间轴来看。 According to the timeline of the evolution of English, the language has changed considerably over the course of more than 1,500 years, and these change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好,根据整个英文发展的演变的时间轴, the language has changed considerably, 就是这个,英文这个语言啊, over the course of 在什么的过程当中, More than one thousand five hundred years，好、oh,，整个英文从古英文，哎，不小心偷偷爆料，<laughs> 从英文的古英文呢到现在的后现代的，啊、哦，就是近就现代英文，然、哦、总共它发展演变了一千五百年左右。a n d the l e s t changes，哦，因为刚,刚各位同学有注意到吗？在西元五世纪的时候，日耳曼民族到处征伐。 是，征伐嘛，那就是不过就是西元五百年左右的时间开始，对不对？那现在已经是两千零哦二三年了，对不对？二零二三。And these changes can be divided into divide 是切割，好，那 divide 切割成不同部分，我们用 into 这个介系词。诶、欸，我们可以切割成四个阶段，four periods。那我们来看一下是哪四个阶段：Old English, Middle English, Modern English, and Late Modern English。 Old English existed from around 500 to 1100。好，古英文，中世中古英文，然后接下来是近代英文，然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是 l e t Modern English，就是俗称的现代英文。好，接下来各个时期我们一一的来认识一下、哦。首先，古英文时期哦，好，四个 period 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的，对不对？好，那 同学可以画一下那个时间轴哈，西元五百年到一千一百年之间呢是古英文存在的时候。好，这个时候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古英文时期的英文有什么样的特性。While it was vastly different from the language we use presently, many words like drink, food, and strong have managed to survive.，while，好、哦哦，虽然呢、啊，好、哦，这 i l e 当啊、哦，虽然呢，就是。 It was vastly different from the language we use presently，就是 presently 就是 now 的意思啊、哦。那这里有一个形容词短句，前 we 的前面省略了 that。好，虽然呢，它已经大大的不同了。Be different from 和什么不一样？Vastly 就是文章稍早的，immensely 好，相当多的，相当大的。很多的字呢，像是 drink, food and strong have managed to survive. m a i c to 就是指成功达到什么样的呃结果好、哦，都留存下来了。也就是说，在古英文时期，西元五百年到一千一百年之间的这几个原本古英文的单字，我们至今仍在使用，对吧？好、哦，是相当难得的。好、哦，所以语言这个这里用 survive 这个动词哦，相当的鲜明，对不对？好 m a i c to 加原形动词，成功的做到某事哦。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From around 1100 to 1500 Corresponded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quering Normans Who invaded England from France in 1066 接著呢,中古英文Next 好,我們看Sequencing的時候 接下來第二個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Middle English是接續在Old English之後 所以用Next去承接 讓時間軸更加的明顯 a l right，好，那这边有逗点加 which，我们知道它是非限定用法的形容词子句。Last 是持续的意思哦，所以这里的 which 指的就是 Middle English。好、哦，古呃中世纪英文呢，中英文呢，哈、哦，就是持续了将近呃期间，from A to B，大概是一千一百年到一千五百，西元一千五百年之间哦。Corresponded with the i n f e r e n c e of the conquering Normans。 好，它刚好呢，相对应是什么呢？什么的影响力啊？The conquering Normans，若诺诺曼人呢、哦？哈，诺曼人呢，他们征服世界的时候，哈，Who i n v e n t e d England from France in？好，1066，在一千零六十六年的时候，若诺曼人呢，他侵略，好侵略呃英格兰的时候 啊，他们诺曼人是来自哪里呢？来自法国。所、so, 以古英文主要是从德文的方言去延伸而来的。那中世纪英文呢，又受到了谁诺曼人的影响？而诺曼人来自哪里呢？来自法国。哦、oh,，所以英文除了有跟日日耳曼语系相关，也跟法文是很有关系的，对不对？ Whoever spoke French during this period was thought to be more civilized and have higher social status. Therefore, many French words related to art, law, and government were adapted for use, such as painting, justice, and empire. Whoever spoke French ,好,好 during this period, whoever 哎，无论剧情对不对，哈，也是关带的一种，好，无论强调剧情，无论是谁，哈，无论就是 anyone who 的意思，哈，无论是谁说英文，在这段期间呢，都被认为是怎么样呢？To be more civilized，更有文化素养更文明的，and and have higher social status，就是有较高的社会地位。Anyone that or anyone who spoke French。 weaver 叫做复合关系代名词哦，哈，它同时代替了先行词跟关系代名词本身。那把 A 视为 B 的用法，哈、哦，如画面所示，我们之前都有遇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哦、这里就不赘述了，同学可以按暂停自己看。因此呢，therefore many French words 很多的法文字 related to 跟艺术啊、法律啊，还有。 政府相关的这些用字，OK，这边一样是一个分词片语。那分词片语都是由很好，都是由分词构句简化而来的哈。好，这里是 which were related to，好，were adapted for 都被改写了哈，都被改成了。好，这个 adapt 是改编改写的意思，所以原本的这些发文字呢，哈，就会稍微有一些调整跟变动，然后。 被放在英文里面去直接拿来使用哦、啊，那像是有哪些呢？Painting, Justice and Empire，好这些的字都是这样子演变而来的哈、哦，所以很多的英当时很多的英文单字是直接借用法语好，把它借过来使用的。这个呢，这样的现象跟台湾呢，在五十年被日本殖民时代的时候。 哦，如果有一些长辈讲台语啊，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些用语，好、哦，就是承接日本日治时代他们使用用惯，然后会出现在台语当中嘛，对不对？好、哦、像是拉六啊、radio 啊这些字，因为从英文从这日本的外来语被借变成日文，然后接下来台语呢再借日文，当日本人统治时候那一些用语再借过来，变成台语的一部分哦。 好。